你进到我们简报第四页之后 3DCH 你打开之后呢，它是一个线上服务，我们今天的都不需要安装软体，只要会上网就好，好，会上网就可以。那你进来之后，如果你觉得啦，你想要变中文，右上角自己翻译一下， Google 翻译一下，这样可以吗？右上角这里有没有，你若有用那个 Google 翻译的话，你就可以自己翻译一下，这个都 OK 的。好，那我们先看，我就还是用原文的先看。那第一件事情，今天我们主要的主角就是要 3DCH。我在部落格上我有介绍大概五六篇文章这样子，都有放在简报里面。那首先第一个，请大家注册一个账号。老实讲，这个网站没有账号可不可以用？可以用。只是说你待会呢可能会用到一些其他功能，它会要求你就是要登录，所以我请各位先注册这样。好，那你到右上角这边 sign in， 把它按一下吧。右上角，好 ，sign in。你按了之后呢，如果你不曾注册过的，你就在下面这里，下面这边填上你的 email。好，填上你的 email， 然后呢，男生女生、年龄、你的什么介绍。对不对？然后你想要把 3DCH 用在哪里？好，看你是用在 3DDA 嘛，像我们今天就用在 3DDA。然后下面这个验证码应该没问题吧？好，完成之后你就可以去收一封认证信了。这样了解？好，你要去收一封认证信，他会请你就是确认一下，啊有没有不是真心的？啊？就是没有提供 email 啊，或者你就觉得我不想提供 email 的，请用这个关键字好吗？如果你不是真心的，请用这个关键字，抛弃式信箱。老师应该可以用语音输入吧？可以嘛齁，信箱也有可抛弃的啊，好吗？那个我比较喜欢用十分钟的，十分钟之后自动销毁，好不好？点进去就会自动产生一个信箱，有没有看到？十分钟之后自动销毁。那你要去哪里读信？在下面，所以待会收到的就到下面去点进去，就跟你线上收信收发信件一样。好，万一十分钟之后你还没有收到信，你可以跟他讲：“神啊，再给我十分钟。”这样了解没有问题哈，就是你就用抛弃式信箱，你可以找到很多啦，反正网络上什么西兰不讨论无嘛，哎，很多服务都有哈，所以你如果万一真的不是真心的，你就自己那个。那如果你已经注册好了，你已经注册好了，点了 sign in 之后，请在上面这边，你看有没有一个告诉他我有一个账号，有没有 iPhone account？好，如果你已经有注册好了，就从这个地方把它按下去，左上角那里，就是刚刚你按了 sign in 之后，有没有？在这里哈，你把它按下去，我有个账号，就直接打你已经注册好的账号跟密码，账号就是你的信箱，好，账号就是你的信箱。现在大家注册差不多了，我先给各位看一下，来，这个都是用 3DCH 做的。所以有没有？你们如果刚好进去，它是一个那个立方体的，像这样，这个是大概5公分啊。它待会你进去看到它的界面，它预设是给你6.4公分，64mm的，就是这么大一个，比这个大一点点，差不多像什么？像那个魔术方块那么大。哎，然后呢，来，这个是同学做的印章，也是用这个做，有没有？某某人印。这样看到了哈，哎，然后 Hello Kitty 两个 Hello Kitty， 然后呢，这个是手机架，这小朋友做的，那小朋友做的，再来，有没有油桶？拍谁？温家油桶，邮差是可以把这个打开的，我们做成可以打开的，好，所以。不好意思，这些我部落格上都有教学，其实你今天是不用来的。我部落格上有教学影片，这个 RFID 的，你家这上次
做那个 Webduino 的、啊、因为要刷那个磁扣嘛，就做一个这样比较好看一点，好，就像这样子，然后再来这个是正版的，这是乐高的，乐高有一个这种爱心的，我觉得很不错啊，它的设计很好啊，有没有？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这样，分开的时候就这样。那呢，我有做一个放大版的，有没有？哎，用这个软体做的，啊呢，像这样，这样了解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就你可以自己组合一下。我有带那个哦，我有带那个这个哦，我有带这个来哦，直接上去就好了、哦，真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儿童班上的小油桶，是从这里打开的，但是下面是插那个吸管的。我也有做成钥匙圈的，这样各位有没有发现很好玩？这里有多一个钥匙圈的，有没有？对啊，你就自己弄啊，打洞啊。还有一个，这个是来放那个伺服马达的，可是我后来有改版，我本来的版本是像这样子，就是固定某一边的，本来是像这样固定在某一边的，那后来我做的版本呢，因为有的人喜欢左边，有的人喜欢右边，所以我一样用这个软体，我就做好、啊、这个可以可拆式的，我还可以放过来这一边，有没有？这样是不是可以做很多？我用这个做不是为了要拿网络上的模型来印，我是要来解决我要用到的问题，这个才是我们要用 3D 电的目的嘛，因为这外面买不到啊。可是你自己想的又没有办法做啊，对不对？我就用 3D 印表机把它印出来，这样子，这样各位可以了解哈。好啊，这个下面这个油桶，这个下面其实是分开的啦。好，这个其实已经有人做了，可是我去把它改变，就是它原本只是做一个形，我是把它里面敲空，而且做成可以打开的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如果你希望邮差来投信的话，有没有？你就做大一点。那个圣诞节快到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次不用圣诞袜子，就准备圣诞油桶，信就拿来送在这边就好了。OK， 好。所以呢，这样各位有没有对这个线上服务比较有信心一点的？我刚刚讲那些，我部落格上都有介绍。好，OK， 那我们就真挚来玩玩看哦。我用另外一段影片来录哈。